怎么了？我们的贝斯手说他有点小问题。没有，效果器还没调好。有点走音了、他说好了。
我们要不要先工商服务一下？对，我们还是要工商服务。在工商服务之前的话，先接大家的双手，让我们感谢淑敏，让我们感谢米大工作室，谢谢他们。不能拿错吗？还有所有辛苦的志工朋友们，拉志工，我们也给他们掌声鼓励。还有我们自己部落的年轻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你们一起来，还有谢谢你们。工商服务时间，我们一下来不及了呢。没关系，对，那你们要喊喊口。